这一次展出呢，基本上我们大概包括呢，这个书法、篆刻、水墨画啊、胶彩、水彩，还有摄影。另外呢，还有两个这个砚台上面刻字，这个叫砚笔。所以基本上种类啊是蛮多的。那么大概书法作品里面呢，都是诗词比较多了啊。还有水墨画呢，大概有山水，也有人物啊，甚至于也有画佛像啊。不过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展览，我们会员呢、共同来互相的这个切磋。互相的比较，互相的激励，我想这个对会员之间艺术水平的这个提升，应该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是两行式的对联啊。那么两行式的对联为什么有特殊性呢？就是说右边这个叫上联，那么它的写法呢跟正常的写法一样，从右边往左写。那么左边这幅呢叫下联，那它跟上面上联的写法正好相反，它是由左往右行啊。那么像这样写出来呢，我们看起来像一扇门一样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称它为门字形的一种对联写法。的内容呢叫做典故实则，我们从历史上找到十句典故啊，每一个典故呢，每一句就是一个故事了啊，历史上的一个故事，而且都很有名的啊，大家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啊，像这个一苇渡江啊，像这三顾茅庐，还有八仙过海。竹林七贤，
这些典故啊，大家平常都常常会听到的，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些典故。在砚台的这个背面，或者叫底，刻了一些字。这些字呢，我们一般就称为砚名。这个砚堂呢，就代表这个明月啊，从这个水平线这样升上来，所以这个就有合乎这个诗意，叫"海上生明月"。